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花了7000块租下了这个有30年历史的老院子，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拱门和照壁，院子也很方正，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小花园，养养花，种种草，夏天还可以吃烧烤，满满的幸福感。这次呢，想要自己设计，自己动手装修，把小店打造成自己喜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准备重新粉刷一下墙面，问了家里的老人，也查了很多资料，感觉自己应该可以。这个房子很老，墙皮都脱落了，得用小铲子一点一点弄干净。墙上有很多小洞洞，和了一些腻子，一个一个都给它抹平。颜色我选了暖暖的鹅黄色，让人的心不知不觉宁静下来。从小就恐高的我，现在能在脚手架上自由上下，所以生活真的具有多种可能性，一切只因你的改变而不同。天黑完工啦，胳膊已经累得抬不起来了，变化还是很大的，非常满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要改造一下这个破旧的老窗户，大家看我的动作是不是非常熟练，不像第一次干。跟邻居借了专业的工具，把窗户简单的清洗和打磨了一遍。下午的太阳真的格外迷人，刚洗的窗户也干得比较快。刷漆的过程太解压了，感觉注意力只集中在这一件事上，没有什么不开心。可是3天以后手都酸了。不过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我选的复古浅绿果然没有踩坑。改造真的要学会自己动手，很多你想要的样子不是说一说别人就可以帮你做出来。看门的效果也不错吧，今天的工作量太大了，可能发的比较晚。我想 Hello 大家好呀，你们猜猜我这是在哪里。今天遇到了一个宝藏小姐姐，本来是去找她买防腐木的，可是好木材真的太贵了。小姐姐看着我舍不得买又不肯走的样子，把我带到了她的旧仓库。小姐姐说，这些拼起来可以拼成我想要的桌子。改造小院以来，看到旧东西就想往回捡，感觉能够用得上。看，这是我找的放在院子里的小桌凳，用了一上午的时间买了一车的宝贝，花了300块，真的特别感谢一路走来。
大家好。开始改造小院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。经过这一个月时间的努力，屋里边已经弄得基本。
小能手又上线啦！打磨完这一张板子，加两个元素用了大概两个小时。打磨完以后，我又临时改变主意，这个位置正好也缺个桌子，就先把它放在这里当展台吧。这个大木头实在是忒沉。想打磨完上一层漆，可是感觉不上漆效果也很好看，我又有点纠结了。你们觉得要不要刷漆呢？先来看一下摆上花瓶和摆件的效果吧。
接了冲击钻，这个大家伙看着有点难搞，算了，硬不起上了。过程还算顺利，
最后把钉子钉上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总感觉有点东西。